张秘书，你帮我求求霍总，我真的只是一时糊涂的。这件事我帮不了你，你还是赶快收拾东西，离开公司吧。得意什么？等我和霍总在一起，第一个就把你。 看来霍总和宋诗宁并不知道自己假结婚的对象是谁。如果霍总知道宋诗宁就是自己的夫人，不行，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。又古怪，说是找笔借过去找出来一个结婚证，不让我看，非要看。 你在干什么？吓我一跳！这是安娜刚找到的结婚证，她说是她自己的，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你那本。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有道理。宋诗宁。